本节目由生而为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，街舞精彩嗨不停，火锅绝配小蓝瓶。本节目由生而为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，街舞精彩嗨不停，火锅绝配小蓝瓶。Hello，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啊？怎么样？你今天看状态挺好。对呀，睡好了，关键是关键睡好了。睡好了。今天没怎么睡吧。Hello， 哎，又练呢？练呢。昨天看明白了怎么玩了吗？看明白了，我还一看一遍就会。拿钱。来，你先试试。他就是什么？他两副牌。魔方是这样啊。就是看细节。没表情，不可能，瞎说，绝不可能。你看，这是心理学。你问，我们在试图破解你魔方的秘密。他说看细节，我说绝不可能。就是心理学，哎呀，真的，你先。好，今天有其他人。对，今天人比较多。哦，我也是。哎呀，对，这个怎么弹上去的？这很简单，就是往下推一点之后，用小拇指勾，然后弹。哦。对，然后小拇指勾这里。哦，勾这里。这牌有点软。还有这种，这个是叫。哎，还有很多强选，强选就是像我昨天做的，就是这里做一个这个动作叫 break， 他随便喊哪里，随便喊哪里都行，然后只要拿的时候给就好了，把这个放在下面，这放在二，然后我就让你强选就是切一半放上去的时候这里做一个 break， 然后就让他播，随便喊停，停哪里都行，停这里吗？然后就直接把下面这个给他。啊，就是这个方向啊，那个是不是你翻的时候是从这儿拿的？有很多种这个强选的手法。怎么说的？不能说，不能说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哥，我不告诉你，哥，我不告诉你。嗨，哎，雨欣，抱歉，打一把拳皇吗？好，我其实不太会打，我也不是很会打。Lady Go， 后下前拳是波，我知道，我骚，哎，我骚哪个方出来了？他肯定不能进来了，对，就这样。还有一个前下后腿，哎呦，接招，哎，太难了这个，前六。睡好吗？我睡得特别好，回去就睡了。嗯。走，你不知道灯光是这边打，这边有影子吗？这个。想试一下影子能不能看到你的手上？能。那你一般调的是哪种调的？就是醋，醋没了。完了就是香菜、醋。所以你不太吃香油那些。一般我减肥的时候呢，就是醋，完了调一些这些什么辣椒、蒜这些，完了就白水煮。就最近一直拍戏，每天拍戏就应该吃不了了吧？嗯。
这里要有快速用。哦哦，是这样的。我以为是这样的。痛啊！哎，我跟你放的一样啊，怎么感觉？开火了吗？这什么？我为什么有个卡？我为什么有个你们的？得，流程单曝光了。我做经典啊，就是问的问题。问我魔术干嘛？我也不会，不能说。自从安排了阿 K 三个尼尔森以后，你就荣升总编剧了。我现在播出那一集就是阿 K 三、尼尔森你们两个上出来的那个。啊！但是我没有安排 HB 跟 Coco。哥，那个是什么？哪个？糍粑。SPA SP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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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ssage 这个酥肉和那个不一样吗？两个酥肉是那边那个不是酥肉，那个是我们的金脆香平菇，里边是炸平菇。啊，炸平菇啊？对对，这个是酥肉，平菇味道。来，我外加。你拿过去呗。来点，好好吃。尝尝。好棒。往那边拿。哦，我能够倒，能够倒。哇，这个好好吃。这个是什么？蘑菇吗？炸的，平菇炸的。来，各队，我们先坐吧，我们先准备开始了。我先开了。哦呀！爆了爆了爆了！哎呀！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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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真的是！我刚准备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场白。应该说是四季以来最早的一顿火锅了。对，这火锅叫小龙坎。好，来。街舞精彩还不停，火锅绝配小龙坎。开工了，继续火锅吧，继续火锅吧，继续火锅吧。那我们不如先聊个刺激的话题，先醒一醒，先聊个不能播，还有很有诱惑性的话题吧。王一博，你的魔术到底怎么变的？你的魔术到底怎么变的？我知道了。啊，你说。对，但是这个不能告诉你。你听也不知道是吧？对，我还请教了他们俩，但他们没人告诉我。真的是灌肠。跟听马那个应该是一个路程。你知道你在回答是或者不是的时候，你心里想的那个颜色，你会有一些微动作，还有你的瞳孔会放大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哥，那我现在心里想了个颜色，那你现在可以把它猜出来吗？你说哪个颜色？就我现在心里有一个颜色，是红色吗？不是，还是黄色？黄色，不是，那是什么颜色？你问我吗？那是什么颜色？你问我吗？你这里要需要催眠？这里要需要催眠？你看，你看。好，魔术的话题呢，就是为了大家醒一醒啊。
我们现在进入正式的话题。正式的话题是我们要接我们上一次录像的那个 battle。啊，然后是五个作品的自由组合。哎，从街舞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头一次这种自由组合吧？第一次，是吧？对。你知道舞者有多开心？舞者，舞者，哎呦，终于可以跳到自己想跳的。所以这五个作品当中，队长们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哪？纯 locking 的那一组啊 ，locking 那组，完了还有。水编舞是那一组，那一组，嗯，水的那一组，嗯，那个吹蛇的，吹蛇的那个小矮，最后吹蛇的那个小西，就是那个吹这样的，他们都倒下来了，是吧？我最能记住的是小鸡的那个，小鸡的那个，哇，那真的就编得很有趣，很有趣。那如果队长是舞者，愿意加入哪一组呢？跟他们一起来跳完成这个作品的话，也是自由分组。Locking， 你要去 Locking 那组，为什么？因为音乐太经典了。音乐太经典了。嗯。都是大神。去上课。我应该也是 Locking 那组吧，可以学很多 Locking 的动作，是不是？确实帅啊！昨天我看他们跳的时候 ，Gogo Brothers 和那个 HP， 哇，真是帅。我也想说去个什么 crump 组啊，但是没有 crump 就走了。那 Harry 就应该会去到 B-boy 那组了吧？没有，我是喜欢看，就喜欢看而已。他有可能会去导演组。导演。哎，这个梗可以啊。这个梗可以。我应该去 popping 那组啊。很 old school， 很有味道，他们跳真的很有味道。哦，刚开始练 pop 的时候，哇塞，腰痛，腿痛，完各种痛，真的很累了。因为练 pop 的时候，就比如说训练的时候要一首歌从头到尾，或者两首，最多两首，我真的最多两首。但是呢 ，popping 戏它可以就一直 pop， 对，一直 pop。其实也是不是那种很轻的 pop， 就是 boom， 它每次都是这样的。对。哇，那真的，嗯，热辣更无味，小龙坎对位。说到 popping C 啊，在这个小黑屋的单元啊 ，Harry 第一次经历小黑屋单元，感觉怎么样？哎呦，那个黑屋，好多压力啊，很重要。嗯，对，因为这个会决定你以后的那个队员。然后这次是第一次小黑屋是队长送礼，嗯，然后我们也看到大家为了表诚意都拿出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礼品。那你们当中其实以前也会收到别人送的礼物嘛，特别破防的那种礼物，一拿到哦就觉得戳中自己了，还记得吗？签名。哦，就你喜欢的那个，比如说有滑手啊，然后还有摩托车罗西对，签在头盔上，然后给我，然后还有那个滑手是签在鞋子上，还写了一封信，然后还录了一个视频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就会给我很多继续做这个运动的力量吧。是嗯，信啊，信啊，就是他们手写的信啊，别人写给信，就是你比较喜欢看别人在文字里面给你表达的那种。对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心意嘛，就是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代，你放下手机，你用纸笔去写你对于一个人的感情的一个寄托，我觉得这个确实，是应该感谢。当然我没办法保证我每一封信都看了，但至少你全放到我手里，我能看到的话，我一定会去看。但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情感不一样，感受。还有好多会送一些我们之前的一些照片，哦，就是很好的一段记忆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的合照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摆在家里面，完了专门有一个跟朋友合照的一个柜子啊，都放在上面。不管是一拍得的小照片，还是那种相框。Harry 呢？学校。送你学校。哇，会有一天就那发照片给我
是看到一个什么刘宪瓦的一个音乐小学校，在一个比较需要的一个地方，就是给一些小朋友就学习音乐，而后来不只是一个，是就好几个，所以真的让我很感动。我这个很好，支持我们的人真的太厉害了。如果私人朋友送你礼物的话，你比较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东西？我觉得朋友要是给一个祝福就很开心了。其实大家什么都有了，然后你有一个祝福，感觉你心里就有还想着你。本节目由生而为的勇闯天涯 Suprax 独家冠名播出，街舞精彩嗨不停，火锅绝配小蓝瓶。呀，你怎么了？他去找 Popping A 了。Popping A 是这个机器人，他叫 Popping A 啊？对，叫 Popping A。对。AI Popping AI。Popping A 这个名字是不是还是 Henry 起的吧？什么？因为 Popper 的名字特别容易用 Popping， 然后后面用自己名字缩写。那廖博哥就是 Popping B 喽。Popping B。哈哈哈哈哈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刘宪华就是 Poppin H。 Poppin H 根哥就是 Poppin H。 我们要同名了。对哦，名字都能重，咱俩名字又重了，咱走去小黑屋来。我们走。Follow your heart。 你叫我 Popping， 你记得吗？哎呦，太久了。他是我前辈嘛，那个时候在那个练习的时候，就我跟他在，他也在那个镜子面前在一直在 pop， 一直在 pop， 一直在 pop。啊，对，我记得。对，因为当时他刚进来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，这个 pop 应该怎么弄啊？怎么弄大、啊？如果 pop 要大的话，要看你在吃什么肉，牛肉跟猪肉跟什么肉都不一样。所以当时你是相信了是吗？我相信了呀，我相信了呀。你就完全按照他的食谱去吃了是吗？对啊。然后他还很单纯，哦，真的，好。对啊。Hello。哇，这是榴莲。榴莲。火锅家族的成员们，你们好。听说你们很喜欢我，每次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我。还好啊。今天我也带来了自己智能家族的团宠和你们相聚。他今天想和四位队长切磋一下，请各位一步扭蛋机，依次转动旋钮，接招吧。队长们根据扭蛋中给出的题目进行歌曲接龙。四轮游戏中接不上歌最多的队长要自罚吃榴莲。吃榴莲，榴莲就是什么？能吃。榴莲就是什么？能吃。哇、wow。哎。easy, very easy。唱歌、经典怀旧歌曲一定要唱非常经典的很 old school 的歌曲啊、哦、对，然后大家都轮着唱。我对这个还比较感兴趣。酸啊，酸乌梅。这个要吃的是吧？里面这个随便大家想吃就吃，想吃就吃。我能吃一个话梅。
你干嘛？谢谢哥，谢谢。哥，你多吃一点。好，啊，简单 ，easy。用动物，含动物的。啊，这我不知道。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嗯，这简单。我就唱一个我自己做歌里做不到的事情。对，比如说我吃洋葱我做不到，我就唱洋葱。I believe I can fly。也算，对，算。但是大家都要唱这个吗？就要轮着唱啊，轮着唱啊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唱是吧？嗯啊，接龙，我们三个都裁判了，用我这个开场吧。你的是我这个童年动画片歌曲，哎，好的，应该有很多人会知道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转瓶子，决定大家的唱歌顺序啊。来，街舞精彩嗨不停，火锅绝配小蓝瓶。好，童年动画片，这是 animation 的 ，animation 啊。Pikachu。那要唱那个歌，哦，歌曲啊。我好伤心啊！我小时候没有怎么看动画片啊。什么动画片？你看过什么动画片的？我只看过这个。来，那个歌会唱吗 ？Dragon Ball Z， Dragon Ball Z， 我一个人。Dragon Ball Z， Dragon Ball Z， 那是歌吗？是歌啊，这是开头的那个。啊，我算你对了。好，下一个。我原来是每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他们那个主一个一样的动画片的主题曲都不一样。啊，黑猫警长，啊，黑猫警长，小邋遢，真呀真邋遢，小邋遢，真呀真邋遢。哎，我刚刚我想唱这个来的，我以为你会唱葫芦娃。你小时候看过小邋遢？看过一点。这应该是我们小时候看的。我前段时间在飞机上看来的。来，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个梦上几朵花。传回去。啊，还有啊啊，还有接龙呀。妈呀！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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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来，这个国外版，嗯，也是 Pokemon 的。嗯。You and I, da da da, Pokemon gotta catch 'em all。哦，他又是一个人。没听过，也不太确认是不是你现在 freestyle 的。其实你再传回来一次就没了，我觉得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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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我的任意门啊！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懒羊羊、沸羊羊、软绵绵，软绵绵都可以唱，这是真唱过的。哇！这回真没了。哒滴噔噔哒滴噔噔。当当当滴当当当当滴滴的。这是你给哪个动画片写的歌？不是不是不是，真的有这么一首歌，《名侦探柯南》里面就是他们破案的时候。哦，《名侦探柯南》。嗯，
我还想到一个。Henry， 来 ，Henry。好，就看到我唱完了，唱过了，我唱过了，我唱过了。你们俩唱的是一个，唱的是一个，是一个，又抢到一起了，我走了，没关系，可以掉。不是来，我来这个节目要干嘛的？我来这个节目要干嘛的？歌也抢，人也抢。我觉得你这次来很厉害了。你我已经收集了这个两季的一个经验，你这一季全给拿走了，连唱歌都唱走了。哇、wow ！再换一个，你再想想，已经回来该你了。哦，有很多啊，那个。噔滴噔噔滴噔噔噔滴噔。暴龙兽进化啊！这个我会唱，就是。哒啦哒啦哒哒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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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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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张艺兴队长，你到底唱的是哪一首？噔滴噔噔滴噔噔噔，这个是数码宝贝里面的那个进化的时候，这是开头曲。啊，我再唱一个。你发现他们唱的歌我们都没听过，完全没听过。是吗？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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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舒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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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舒克呀，舒塔舒塔，我说的是舒塔。另外一个版本，东北版舒克贝塔，舒塔舒塔舒塔。那个舒塔和贝克，贝和舒塔，贝是舒，对，舒克和贝塔，舒克和贝塔。换一个，这个算打平手吧。这个还挺好玩的。就跟哥这个吧，这简单。啊，最简单啊 ，Henry， 加油！歌词当中含有动物的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跑得快，遥远地东方有一条龙。可以。I am the sheep. China sheep. The China sheep. 那首歌知道吧？对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首歌。那首啊，对的对的。哦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。啊，爱真的需要勇气，来面对流言蜚语。飞鱼啊，六眼飞鱼啊，没听过吗？什么谐音？是啊，六眼飞鱼。谐音。小石猴，妈妈对我叫这个小石猴，猴。小石猴大赛了。对。还有一个，我知道一个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的继续奔跑，微微笑然后都问我知道，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。
泰瑞有了吗？What the fuck say？ 狐狸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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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过关 OK 的，没问题。这 OK 了吧 ？OK OK。来下一个主题是谁？自己做不到的事儿。做不到的。歌词里边啊，哇，这是有点难哦。这轮我们就抢麦啊，谁想到谁唱。好，一博。快使用双截棍，吼吼哈嘿！快使用双截棍，飞檐走壁。哎呦，厉害！死了都要爱。哇，还有。I believe I can fly。哎，还有什么做不到的？唱了三首，对，唱了三首，遥遥领先。现在是做不到最多的王一博在看大家做不到的事情，就是想不出来歌。这是三句、这个东西我唱出来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？来看看，看看你脑洞。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。这怎么可能做陌生人呢？你做最熟悉，你又怎么可能跟他陌生呢？已经都熟悉了，怎么会变陌生人呢？所以他是做不到嘛？对啊，做不到啊，对啊，没错、啊。他做不到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想想，我就想不出来啊。越过山丘，无人无人等候。啊，我这年龄爬不动。哦，我这年龄爬不动。OK， 可以。我这年龄爬不动。Harry 有陷入。Harry， 当然有啊。来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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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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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我说多难堪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因为我跟你们绝对不能说得很难看。也不可能跟你们分开。明天我跟张艺兴有可能飞海南，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哇，我有其他的，不能分开，不能分开，不能分开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但你还是能做到分开。我不知道我来这里干嘛。我不知道我来这里干嘛。我跟哥在就不什么都不行，什么都不行。我真的，哎呦！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。这个我能做得到啊！你唱什么呀？真的是。睡觉的大提琴，大提琴怎么可能会睡觉呢？哦，大提琴做不到，不是你做不到。哥，我真的走了，跳什么舞？吃什么火锅？仔细琢磨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哇，你确实特别有大提。大提琴做不到，特别严谨。对呀、啊。可以让我一下吗，哥？我很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可以。还有一个主题啊，现在明显落后的是 Henry 啊，就看你在你自己的主题能不能翻盘了。Henry 的主题叫做经典歌曲，这个太多了，这个我们可以一直唱。那很多啊，那动漫。但是经典要怎么定义？就是一听大家都能听过，一听大家就都能唱。那么 Henry 从你的开一个最经典的歌。I'm a sheep, I'm a sheep。有人反对吗？没有。The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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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都不知道对不对？全都不知道，就我们就知道哒了哒是你真正哒了一晚上了，真正哒了一晚上了。他的歌什么？他的歌。没有，不用知道。不是，没有，我算了。主要是一博没有唱出歌词，你这个坑挖的有点深。只有你了。那是我的出道我的个人专辑的一首歌 trap。I'm trap, I'm trap。哎。我听过。啊 trap， 哦，可以吧 ？OK， 可以，过。International go go international show go international go go， 我这首歌没听过。因为那时候你很乱。你唱的不是 international 吗？对啊，是 international。那我在国外 international。那时候你应该多去关注 international。OK， 这个看来是被大提琴那事儿给梗住。再找办法把我救回来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就是街舞。哎，不需要装酷。哎，这就是街舞，为自己而舞。奔跑吧，骄傲的少年。哦，为什么有个新盘子呢？蹭饭的啊，都蹭饭的。那新朋友来了，我来吧，我去拿那边啊。哥借一下。哎，这个，这里不是有滑板吗？我现在心中想三个图片，你可以帮给我变出来吗？不行。这个魔术啊，在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时间只能表演一次。这四个滑板是山本勇送给四位队长的，他是连续三年的自由式滑板世界冠军，八岁开始滑板，他的传奇天赋是日本多部漫画电影的创作原型。我推荐一个菜，蚕蛹。哦、oh, ，no！ 一博会推荐西施胡辣汤。哇、wow. ，nice！ 也长沙，也长沙。哦、oh, ，so spicy！ 我要推荐臭豆腐。今年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这个四个所谓的团队秀，给就国外的 dancer 一个机会唱中文歌。之前没怎么排练前面那一趴，然后后面那一趴那个舞蹈就是要的就是不行，要的就是不行。海哥排的，全程不上场，把他位置空出来。跳舞嘛，无论是不同任何人、不同的职业，都可以去享受他的那个过程和享受他的那个情绪。点进去。大家在训练营的最后一项挑战，这就是街舞的开场秀。你终于可以见到帕宾斯了。
道理。像说他们都很厉害，我就是要对最强的小羊开 battle。小哥太厉害了，你刚才必须的，必须的，必须的。Oh my god， 真的可以飞起来。欢迎来到《师傅我要跳舞了》第二季毕业典礼的现场。师傅们，我们呢也给你们准备了礼物，孩子们也都爱你们。师傅，我要跳舞啦！马上迎来鲍春来、林丹、于文文、李斯丹妮。林丹的后手直拳正塞在下巴上，前后手的直拳打中了鲍春来，宇文后手拳前手打中，好几个重拳全部打中了。喜欢他有理由吗？我就想要他。你跟海涛到现在还没结婚是因为不够爱吗？打开电视，用酷喵看一期火锅吧，大屏有福利，真享更好看。用速率共享充电宝，释放无限能量。蜗牛睡眠，睡个好觉才能活力满分，舞动人生。妈妈社区，伴你孕育每一天。看片观影，聚合海外影音潮流，娱乐就上有兔。红城服务选悠悠，为自己而舞，让生活更酷。阿里健康，做照顾你和家人健康的行家里手。哥，你坐这儿。没买好，我喜欢这儿。我这里有一个。还有空牌，比如说你放的这方是黑桃 K， 但是我这里做一个标记，那再把它切上来，就是这个，看似就是随便点上去了，但是我从后往前叠的，然后这里一拿就好了。